散，别闹腾，要靠无声。我即马要赶去甲燕君结婚，你紧放手。我跟你讲啦，金燕君吼是我认定的迄个囝婿吼，你是有几条命在搞抢啦哈！我跟你警告，你紧放我走，啊无代志若变空，大家会不怪足歹看的哦。你竟然敢对我呛声，我即马就让你知影，哇，你是好料的啦！我跟你讲，燕君自头到尾爱的人，就是我，无可能是你的查某囝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个真牛哈！你一个是何蕊蕊哦，阿不了正高，最好用哎。我跟你讲，来，你搞起来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你搞起来。买了。来，阿买了。你搞来。你搞我来。冲啥？你搞我来悬崖家。冲啥？我跟你讲。你冲啥？厉害。你，我等你，你怎样？什么叫做是气候啦？你搞错啦！怪手，你吼喊破喉咙嘛，无人甲你救啦！真啊假？你喊啊！破喉咙，破喉咙，破喉咙！你喊破喉咙，破喉咙，破喉咙来啊！原来你就是破喉咙，你的注意，你的角度会看到歹物啊！哈，太衰了，无你就去到伊啊，走啦你！的脑袋。